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苗豆小生活。100元的土豪金人民币颜值相当的高，但老百姓们最关心的一定是如何辨别真假人民币。下面苗豆小生活就教大家不用任何工具轻松的辨别真假人民币。首先拿到人民币的正面，将人民币的左右两侧往中间对折，大家可以看到对折后在两个100的数字中间位置花纹图案是可连接的。第二个方法，我们打开人民币翻到背面，同样的两侧往中间对折，数字100与国徽的中间花纹图案也是可以对齐连接的。第三种方法，翻到人民币的背面，上下两侧往中间对齐，对折后可以看到有一个应该是凤凰的图案。这些地方如果可以均匀对齐的话，就证明是真币了。大家赶紧转发分享这个视频，告诉你的家人和朋友们。想要了解更多生活窍门，请关注苗豆小生活。